最近在网上有关于易中天被买椅起诉的视频刷得很厉害，有些朋友也希望我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我本无意参与易中天和买椅之间的是是非非，但直到看了这本书后才下决心助战易中天，因为这本书里把北元甚至是元朝都给套路到了女真史里了，间接地论证了蒙古是满洲的一部分，赤裸裸的无耻，明目张胆的无赖，是可忍孰不可忍。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敢造假，老子就敢打假。关于易中天老师的视频，过去我很少看，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在拿三国演义当正史来讲，但最近听说他也开始讲正史了，这着实让人感到欢欣鼓舞。不过在讲正史的时候肯定会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比如他在讲乾隆的时候说乾隆是王八蛋，这种欠考虑的比较肯定会招黑，因为把乾隆比作动物那是对动物的侮辱。易中天就是没有考虑到王八的感受，所以最终他成了被告。对，他们是猪，是狗，是哈奇的，是孙子雷。奉劝那些满姨别给脸不要脸了，还恶人先告状呢。假如真有一个能够主持公道的历史法庭，知道你们得死多少个来回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81天，还有兔川，虽然被满清成功的转嫁给了张献忠，但在历史上还是留下了很多满清的斑斑劣迹的。另外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都得用义作为单位去计算，请问野猪皮的孝子贤孙们，这些血债你们打算怎么偿还？满清对其他民族尤其是蒙古族也是罪恶滔天，他们打着满蒙一家亲的旗帜，却干着阳奉阴违的阴险勾当。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投降给了满清后被皇太极给毒死，林丹汗的另一个儿子阿姆奈后来被康大麻子勒死，而他的两个孙子宝奈和老僧也被满清走狗沙金给射杀，这些血债又该怎么算呢？满清为了消灭蒙古民族，对蒙古使用了一系列剪钉阴谋，偷偷地推行了灭蒙实策，使得蒙古族从清初的1000多万锐减到了民国时期的不到100万。如此罪恶滔滔还要欲盖弥彰，真是没了天理。我们记得是满清屠杀了准噶尔部，我们记得是满清屠杀了青海的和硕特部，我们还记得是满清让蒙古人骨肉分离，也是满清把东北地区的蒙古语地名都给篡改了。我真希望这个世界上要有一个公正的历史法庭，但法庭上的被告肯定不是其他人，是野猪皮的子子孙孙。满清入关后一直大兴文字狱，到了乾隆朝更是歇斯底里。满清兴文字狱的理由就是要把他们肮脏的历史给漂白，所以乾隆才会对史书典籍进行丧心病狂的篡改。乾隆根据明朝的永乐大典修订了所谓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删掉了永乐大典内所有不利于满洲形象的内容，然后把永乐大典给付之一炬。乾隆还命人用汉字做音标抄写了蒙古文的蒙古秘史，然后把蒙古秘史的原文也一把火给烧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古秘史是根据汉字音标翻译过来的。乾隆还命人把宋濂等人编写的原史给篡改了，改编后的原史被称作新原始，而内容是完全符合满洲精神的。
乾隆在活的时候一直像一个弱智一样附庸风雅，对古代的名人字画进行过毁灭性的涂鸦，还写了40000多首狗屁不通的诗歌。很多人反对开垦草原，为了保护草原，近些年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也一直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但是开垦草原的始作俑者就是乾隆。乾隆为了放垦猛地，在内蒙古设了17个厅，把草原上的牧民赶去戍边，而把他们的牧场租给农民作为耕地。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都是因为乾隆的愚蠢和满清后期的政策所致。那些环保卫士们听着，要恨就去恨乾隆吧，要恨就去恨满清吧。虽然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但是该批的就得批，该斗的就得斗。一些满尼私信恐吓我，叫我闭嘴，他们中比较委婉的用词是要割掉我的舌头，但更多的人是扬言要杀了我，甚至是要杀了我的全家。在这里我也负责任的答复一下你们，个人认为，假如一个蒙古男人不能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那他也确实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满姨们正在搞文化复兴，间接着也试探性的搞政治复辟，这件事上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制。尤其蒙古族同胞要格外小心，因为不管他们是文化复兴也好，政治复辟也罢，都会打着满蒙一家亲的旗号拉蒙古族下水。所以同胞们要提高警惕，早点跟他们脱离干系，否则有一天他们遭雷劈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变成烧鸡。有个蒙古族在网上自我陶醉地说，我们要是在清朝都是阿哥和格格，你们羡慕吗？对不起，我替你害臊了，醒醒吧，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那些跟着满清一起入关的蒙古族大都是做旗人的仆役或者老妈子，一个见利忘义的族群怎么可能白养那些数典忘祖的废物呢？只能啊，咱这一代是实现不了，不能代表后代不能实现，这玩意儿还得靠大事，还得靠后代，小事基础的还得靠咱们，这就是人性啊，这就是社会人性。你想要实现，你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实现，你得出去才能实现。你在这块土地上能实现吗？咱们这代人当然是有可能实现不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代人可以走出去，为子孙后代迈出去第一步。咱们这代人如果都走不出去，在这块就灭绝了，寒和子孙后代，咱都搞不好没子孙后代，知道吧？他不让你活，不允许你有子孙后代。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多么严峻，能看不到但能够闻到吧，能够嗅到吧。听完了吗？听完一会儿撤回了啊。说啥了？没听呢就撤回了。因为我把那句话撤回了，我只能说以后啊，这个国家就会山河破碎风飘雪了。我怕我说明白了，说太明白话，那群里人听到的话不好，甚至怕谴责我。不用太明白，对不对？这种气息已经可以感，就是感觉到了，可以嗅到了这种气息。这话吧，咱不能怨先祖怎么没对他们途径，咱们因为先祖那个时候也不一定能考虑到几百年后后代会面临这个命运，对吧？先祖可能想的最初的夙愿也非常这个美好，也比较理想，共同再造这个各民族的这种共同繁荣。哎呀，结果这个玩意儿吧，他妈的就没法跟他共同繁荣，你知道吧？他是一个他妈极端自私，只允许自己繁荣，要把别人都变成贫穷的这么个东西。他从根上来讲，他就是这么个玩意儿。这些他妈的名粉，这些人，这些男省这些个皇汉，也可能也这么想。他也觉得当初他们的祖先没把咱们的祖先屠戮殆尽，也是对他们拖累了。香港分裂不是更好吗？那不正好随着咱们愿了吗？那是何必要绑在他这辆战车上跟他们一块去送葬呢？咱们也他妈建立咱们自己的家园，对不对？操，这他妈瞅着他妈汉皇这逼样，这个国际形势这么紧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都他妈讨厌他。说黄祸，实际上来说说的是谁？对不对？那咱们他妈干嘛跟着他们一块背锅呢？
那你不能因为怕一时的坎坷而放弃了这个族群挺立？你要说建个家国的话，那我告诉你，咱满人建家国比别的民族更加坎坷，比犹太人更加坎坷。那你不能因为怕一时的坎坷而放弃了这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这个可能啊，对吧？哪有不坎坷的？金太祖、清太祖创业之初都坎坷。